第十二季钢铁怪物邀请赛开始了，第一场决斗是 KV6 对战拉特，这两位选手大家都非常熟悉，他们两个也是老对头了。拉特，你怎么还活着？当然是为了陪你呀、没有了我，这世界该有多无聊啊！来吧 ，KV6， 让我看看你有没有长进。我 ，KV6， 接好了。哼，拉特，你最近是不是一直在玩手机呀、你看看你的射击水平都下降成什么样子了？我的火箭弹又改良了，正好今天拿你来做实验，可把你给美的，我才不当你的实验品呢。俺要赶快退一下，火箭弹来啦！这轮我可得瞄准点。好小子，把我前面炮管都给打坏了，我只能用火箭弹来收拾你了。KV6 把拉特炸成了两截，他成功的晋级半决赛。第二场是激光白韵对战 T35， 这场决斗我个人觉得实力悬殊有点大呀。你给我闭嘴，不要小看我。激光白韵，做好准备吧。我 T35 这次全带着穿甲弹，有你好受的。T35 不是我小看你，咱们两个不是一个时代的，你太落后了。准备受死吧。我宝刀未老，想赢我没那么容易。想永远是老的啦。开启防护罩，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高科技，你的炮弹都白费啦。T35，你这老古董该被淘汰了。激光百运没费什么力气就打败了 T35， 接下来他要和 KV6 争夺决赛资格，这两位实力都挺强大，他们的比赛一定很精彩。哼，在我激光百运面前 KV6 还敢说强悍？KV6， 你和我差几个时代，你知道吗？冲啊！看把你给狂打！我 KV6 成名的时候，你还没出世呢。好好尝尝我的火箭弹吧，你的炮弹根本无法击穿我的装甲。这火箭弹的威力就有点大了，我得开启防护罩。现在又轮到我了，KV6 接炮弹吧。哼，我的装甲也不是白给的，我再给你来一轮火箭弹，我就不信你的防护罩是无穷无尽的。你说对了，就是无穷无尽的。KV6， 我不想和你磨叽了，我要给你来个痛快的，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激光射线。激光百韵在 KV6 的头上画了一道线。他的激光竟然将 KV6 的炮塔整齐的切成了两半儿。感谢您的观看。